暗时六点到咱八点的时阵，咱的歌声传天下，天会辜负阮送予大家。茫茫渺渺的人生，坎坎坷坷的过程，讲认真到底输人几分？我做怨叹，我做怨恨，是啥人？做的命根，论真讲，这世间的公平，不是你我认定的着准算。永远认真付出一生，天会知，绝对袂辜负。谢谢，刚才阿和这样子，那呢如月，谢谢。平平宽宽的人生，平平塌塌的过程，讲真情到底输人几分？感着怨叹，感着怨恨。为家己制造的命感恩，论真讲，这世间的公平，不是你我认定的着准算。永远认真付出真心，天会知，绝对袂辜负。是你我认定的着准算，永远认真付出真心，天会知，绝对袂辜负。
谢这首《天会高分》送给大家，感谢。来，先来安排这首《关东春雨打》。关东煮了哦。哦。来啦。关东。你想要听？哦。来，来，来，煮一下面线。我妈妈说点的这首歌曲哦。谢谢咱的安可所好朋友，感恩多谢。看到遇见阿妹夫的时候，三十岁又可有家农民阿萨。都是苦气哇，梦那个心，奶奶淑丽，谢谢奶奶林千里送给你哦，美月奶奶慧玲，谢谢奶奶佩奇玉婷玉贤，哈南啊，今日马是萨克拉诺，哈南啊，佛陀佛咪吉泰，伊诺吉那拉，哈德尼尤。No秋萍、美冠、子文、慧玲，谢谢美玉，谢谢秋萍姐、淑珍啊、阿卓、朱丽，谢谢雨珍、宝凤姐，谢谢点荣。国际生啊，亚克扎托西诺米诺兹拉萨，努克鲁蒙啊，努克米纳，基德鲁蒙啊，基德米纳。想死魂哦，想死魂啊！这首呢，我来写的呢，美丽的我呢林小姐，你爱听的哈，赶快哦，我呢 uncle 继续好听来。来，咱来，咱来，小兵阿哥哈，哎，咱呢姚老妈，谢谢支持，阿胖哥姐，小木啊，感谢李真姐。咱嘞秋金节，咱嘞淑丽节，谢谢；咱嘞水叶节，感谢。莫丹姐啊，云倩、阿瓜拉姐，哦，桂林姐、玉婷，感谢。桂林姐，谢谢；飞奇姐，谢谢。你讲我是亲像船，
行踪你拢永远抓袂准，心内全是泪酒草烦的伤痕。在烦恼中永远沉闷，其实在我的心内落去满满就像是云，袂比你的伤痕处较少思。安慰伤无的灵魂，谢谢哦，林谦，谢谢黄妈妈、碧华姐、蕾华姐、云倩、郭凯、李怡、燕子妈咪、叶金秀姐、佩柔、如月，谢谢金针。你讲我亲亲像船。心中你拢永远抓袂住，心内全是泪酒草烦的伤痕。谢谢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哎，收听咱今日的礼拜四，是哎，咱的暗时啊，咱的歌声满天下。嘿，对，第一六点至八点这段时间，来陪伴咱所有好朋友吃一个暗顿哦。哎，这个暗顿呢真重要哦。是。哎，伫咱吃上饱。我最近爱控制一下，安尼落去袂使。唔是办法，唔是哎，即天气凉凉啊，即你知影诶。对啊，天气凉凉啊，好口，嘿，好胃口。嘿啦，食饱来公司哦。伊若食伤饱来，安着哎呀，开始哎呀，哎呀，食空余食无饱，哎呀，啊食伤饱，哎呀。这是要如何是好呢？对，今仔带大家来安中档诶录 MV 诶迄个背景，互恁看卖啊。哦。你有先看有先看四车大桥无？这条小桥，这条小桥，这不是四车大桥啊！我喜欢看的就是四车大桥。不敢不敢，不敢啊！张吼，恭喜这个咱的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其中一个节气叫做霜降。
哎、欸，不是锅包，双酱牛排。哦，我不吃鸟。哦，你不吃鸟？不吃鸟，乖哈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表示讲吼，这个节气就是咱的这个24节气的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哦。嘿，就是讲呢，秋天已经过去了。哦。哎、欸，即摆来接来、就是。欢冷。嘿，开始呢，冬天啊。哦，有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开始呢，早暗就会愈凉凉啊。我秋天倒倒了呢。倒倒啊。哦，足快呢，无偌久呢。哎、欸，啊，到夏天来，到秋天啊，哦。啊，秋天要过呀。哎、欸，要过呀，对。即摆接下来就是冬天咯，吼、嗯。今仔甲阮兜的鱼拄啊换水无？有感受到水较冰。好安尼吼，有感觉吼。差啦，真正有差。真的。嗯。啊，所以呢，伫今仔日呢，从开始的霜降，今仔开始呢，就是等于讲吼寒天、嗯。啊，这个节气呢。当然，伊就是希望讲吼，啊，大家呢，啊，这个爱保护着什么呢？保护着咱的哪，吼，气梗，气梗，啊，爱润喉，嗯，哦，就是讲咧，平时啊，像咧天天喊，我若无润喉，头仔第一首歌就全部笑袂起哩，就是无润喉咧，哦，爸爸妈妈免烦恼，头仔是，真正是。天天喊，忙食上饱，对不对？来，给大家吃看，来。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就是爱注意到咱的这个，注意到咱的这个脑血管跟这个心血管。对对对。哦，心脑血管哦，这就是这个季节一定爱做注意的。对对对。哦，因为呢，这个天气咧反寒的时阵吼、嗯，有时啊呢，咱若碰时啊，可能咱的汽车食上济嘛，哦，阿爸类食上济，吼，可能还佫食鱼干呢。沙巴拉内底鱼干，沙巴伊的鱼干，哦，迄用蒸的好好食。鱼干蒸起足香，迄等下蒸起嘛足香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对吼。就是伊是伊规粒啊。规副的安尼啦。诶，有人唔知这南部口音就是安尼。对，啊，迄个吼有时啊要买个布偶。诶，啊，迄咱你若来阮南部吼，你若诶，你爱你若想要去食迄个沙巴鱼的这个大餐吼，哦，这个鱼肠啊绝对爱叫，因为呢，伊真正是吼太好食。啊，袂当用卤的。吼，有人那用蒸。哎，煎的话呢，酥酥，像要炒一大，要炒一大呢，对，要酥酥，哎，也好椒粉加落去，哎，烤一下呢，对对对，赞赞，对我这样爱食这味，哦，赞赞，对对。所以讲哦，内行人，为人唔捌食过，嗯，为人唔知讲啊，鱼肠也当食，鱼肠也食得到，对对。哎，你怎样吼？这是第一代人拢用抢的哦，用抢的。想要去没有哦，哎，这有钱不当呗，哎，有时阵那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。啊，这个季节呢，啊，提醒着咱所有爸爸妈妈吼，啊，这个脑血管、心血管，因为呢，咱的血管内底是不是有积着这个血管哦，咱拢唔知影，所以呢，平时啊，咱就是爱做保养，保养好势，所以呢，这个冬天呢。那搞吼，咱就免烦恼哦。咱好，咱的赶快血路循环的，拢安尼顺。是，嘿，拢安尼哦，血路循环拢是安尼上在好的。嗯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的只爸爸妈会记哦，早暗呢有时啊那较凉冷，嘿，哦，咱的衫裤就爱脱咧。你若感觉你的嘴唇啦，感觉干，就是开始哦，开始反冷啊。哦，较干吼。有人啦，迄落啊，皮肤变比较干燥啊。哦对。哦，皮肤变较干燥。嘿，佮有皮肤的问题。这是开始渐渐咧翻脸，嘿，对对对，这上明显的，是，嗯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会记吼，这个霜降过来来就是冬天的，啊，就是要来这个松板，嘿，对对对，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今麦来开始接落来就是寒天的这个节气啊，哦，啊，这个呢到这个节气的时候，他过来给大家呢，啊，这个说明，嗯，好。24个节气，中年啊，咱拢知影吼。嘿，足紧哦。上尾啊，就是立冬嘛。你看咱两个，打旧年，打咧过迄个初二，打咧用迄个，互大家迄个红包尔。哦，好好。拿迄个过年，红包。你看连咪一年搁要过去啊，我讲我讲，正你看，哎，陪伴遮紧的时间呢？是啊是啊。十一月份要到啊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哦，够紧的啊。啊，拢无老，咱两个拢无老，唔够好。哦，袂使老啦，袂当老，哎，嘛不用通老啦，嗯，哎，啊，当然，这就是讲哦，和咱的这好朋友呢，啊，每一工会当安尼甲咱设定，啊，你多欢快乐，我嘛多互你欢喜，对对对，健康吼，哎，所以呢，每一工呢，拢甲咱设定，咱的这个福利卫星电视台，嗯，啊，咱的每一个时段，啊，每一个主持群呢，拢做认真呐，吼，做用心，啊，在为咱做服务，是，哦，所以呢，每一个时段拢甲咱设定。但是这个六点八点，你不论安怎，你就是一定要设定。嗯，你无看我，我多做，别人唔知哪讲，我两个就是安尼。哦，阿伟，你食饭的，阿人旁来电视机前，做位配家群哦，嗯，啊，未歹哦，家群会互恁呢啊避开，
吼、哦、啊，互恁呢，好位。我种着富的刷位安尼。不然刷位要种哪？哦，笑到刷位。就是讲吼，咱避开啊，胃较会好。哦。哦，啊，食会落，放会出來。哦，安尼有入有出，嘿，安尼是上好的。安尼我先，較健康，我先讲一个，大家笑。骆驼，敢知？骆驼呢？骆驼。骆驼，嘿。来大象无？嘿。大象，大象。大象，嘿。有到大象落来啊，看骆驼安尼。嘿嘿。那有人的胸坎生在脚趾边顶悬，胸坎在脚趾边顶悬。哦，对对。想象一下。哎、欸，啊，即摆骆驼就讲，哼，靠人查甫人去生在面顶悬。是讲大象啊？哎、欸，讲大象。哦，对对。啊，即摆有一只溜走出来嘛？嘿、欸，哦，溜走出来了、欸。小龙。小龙、欸，小龙看到大象就甲大象笑嘛。嘿、欸。即摆大象拢甲笑。嘿，你是在笑啥？啊，靠人已经成你身躯顶的，还用听？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听过无跳啊？来，咱去运动街啊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6:30啊！准时收看诶！吃饭喽！起来来耍小姑娘，无情早已就会叫，哭哭咧咧一直哭，无情无情话咧叫。嘿！不知要嫁去倒位，无凭来天公厝，到底啥原因？嘿！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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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下我，给巴拉。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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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行行倒倒啊，尔。有笑着，本来笑一段，啊，笑几条。你也希望运动一下。啊，这袂使，这笑几条，咱的时间咧过伤紧。翻滚翻滚，好，老师一条，你通用一半一半，等下遐用嘛，对不对？你害阮另外只得着。对不对？你一先笑一半一半，等下留咧用啊，对不对？你几条放我完，等下唔免搁跳。这样。这不是你的当控制，啊，这我们导播在控制。导播，我导，我妈妈，你讲我导播今天上，就时间骑迄个杀虫剂怎啊辛苦起来啦？骑啥杀虫剂？唔杀虫剂，唔杀虫剂还袂啥？哦，米沙啦。米沙，米沙。哦，伊讲红怎个怪欢喜？我讲规身躯拢规拢刮胡泡，咱刮胡泡不是全面的，全身躯。真正心血就对啦，啊，一个趣味啊，啊，一个一生。你诶，这等下一摆尔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系啊。你骨卡安那嘛？我记起来啊嘛，对，我记起来。连讲公司只生意都无人搞，唔知。对对，哦，那注意注意咧吼。我啊，因为都有人会宣传呐，卫生开始宣传，当头就开始宣传。我搁要讲，对无？恁这人客足奇怪，恁这人客，恁人客，我咧讲话上也无人按扣，我咧讲好笑，按扣。我咧跳舞的上贵，按扣满数，安尼你是有代志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就是欣赏啊，伊就爱看安尼啊，爱看这，爱看。上班发哥就卡起来，你啊。好啊。当然啦，你嘛是我讲的讲完。人客，哎，温如月外款的，人客啊，唔通搁卡起来啊，继续卡。你咧来咯，我小姑娘，无情到雨就会叫，啊，头壳热热一直起，啊，无听到电话咧叫，嘿，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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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知要嫁去倒位。无凭来对公主，我带啥欢喜？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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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纱我嫁给别人。好啦，好啦，你看哦，满江红，你看大家一直哭，大家我爱看你跳。人客啊，恁都好啦。老师，你是？你是你暂时弄着闹呢？我白来，我白来。好啊啦，人客咧敲电话，你无你嘛，互我共破了诶，破到收声，真正有影，真正，食一个甜甜下。啊，足趣味诶！哦，啊，你毋知有感觉足趣味无吼？讲这手尾了偌好，卫生纸还无破，你来看。这卫生纸什么牌？是白牌？唔白牌，这牌。白牌组。这若摕来去敲窗更奇怪。这种六八万这样。啊，会挂掉。像阮太平湖妈妈爬起来，阮湖妈妈吼，碰一下唔捌咧来呢。嗯，今日听到迄个
做人小姐来尔，伊就死来啊！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去若看电龙姐也看咧吼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你茫害只一乖咯，加了食饭好好，拢爬袂开。啊，走。大英啊，我都跟你讲，你有够孝的。安尼哦，我若无孝，人家坐袂住。你讲咧？对啦，安尼摇摇下咧。哎呀，好，你摇到我看吼。跟你讲，十点就去看，看看你这旁人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哟，你本来来看，你来看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有啊，我拢也有咧看，我拢。那你这旁弄啊，六点就天色的。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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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尼有关。你是红人放下咧唱歌，啊，红在。哦，好。安尼好，好，谢谢你哦。好啦，好。好，感谢啊。后壁种在山底啊，你等哦。啊，我是唱歌，今日才问你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呀，我那伯伯弄我咧吃，你放心啊。安尼，安尼。你也不要紧，哈。迄款鸟会蛋白，鸟会嘛是啊。哦，你倒来甲叫家俊甲甲你讲吼，嘿，即摆吼无咧讲个，袂使讲嘿吼。袂使讲嘿啊。嘿啊，吼，你知影？我留山靠你，留山靠你哦，吼。嘿啊，恁若逐工安尼笑，你着逐工安尼食着对啊，拢无顺哈。哦，嘿，吼。哎，方哥。喂，你好，美女。哎，群帅哥。方哥好。方哥你好。祝大家拢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平安哦。讲有一句话，讲家有一老啊。那如有一宝。如有一宝。啊，咱富力电视台丽华这旁的哦，那看到家群的话哦，在这个时段，就是讲家群是一宝啦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咱的观众朋友，青春有不老。好，对对对对。那看到。男人有三宝啦，香肠逛完一堆草啦。哎，对了。啊，好多恁咧表看了哦，真是的，有两种的含义啦。哈，喂，光叫的叫蛋的好不好？哎，对。拍麻将的时阵，同家人光叫啦。哦。安尼哦。是安怎拍麻将会光叫？因为都两个人斗空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顶卡泡，下卡吃安尼啊。哦。哇，这我唔捌拍麻将嘛。哈哈哈。啊，人的迄个拍麻将的术语讲，啊，无恁一个光叫哟。好安尼哦。哦，这意思就对啦哈。后尾啊，遐讲黑笑黑笑哇。嘿嘿。一般那迄个情人节啦。嘿嘿。啊，是讲吼，其他迄个青年男女的节日啦，啊，花前月下，啊，那情不自禁了嘛，啊，就会敲破病比较人啊，吼啊，咱的报纸有当时啊，就甲这个节目，就甲这个题目吼，甲写两句黑笑黑笑，这个意思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唔知讲黑笑黑笑嘛是形容青年男女因的迄个花前月下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对对。叫的就是敢那拍麻将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呢。嘿，啊，祝大家拢平安健康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八哥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不要呢，不讲个唔知啊，恁两个人话不要拍麻将啊，哦。我唔知，我嘛未晓。一宿舍就听有无侪点啦？宿什么呀？一、二、二有人听侪啊？意思就是听两听两空啊。二、二、五八听三空啊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就讲什么什么，暗中听对对啊。哦，暗中就打打下班去。哈哈哈！哈哈！爱提来倒看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听弟哥两个讲的，听弟哥两个讲的哦。于天呐。哦，于天。哦。讲有一道。去恁家拍麻将，对不对？恁母我来，恁煮饭的全部我咧，就全部我来。迄张叫拍错，我感觉我冤枉。啥？啊，余天讲啥冤枉？嗯，你咪我讲哦，我讲我拼无冤家哦。我就到，我听二五八。哦，啥？你的手顶揢一个二万，你唔拍？嘿，哎妈，余天讲，无啊，我二万揢我倒看门啊拍。啊，你无可能会拍啦。你讲啥未拍？恁母伫边仔咧做暗号的哦。你要做暗号，迄落做什么暗号？有吼，伊要二房要拍上哦，但要出手尔，因某来边仔去。一只鸟啊，好啾啾，二万无，哦，二房也无。哦，原来就是讲二万无要拍的意思。哦，两万哦。嘿，伊讲，哎，我倒看，好，马进这道我你坐。好，有一道。嘿，我赶快听七八色，好不好？听迄落四七色，吼。四侧顶脚够看无啦，无无机啊！哦，下脚七色嘛听对对，剩一支七色，我咧讲一道稳够。安尼哦。啥啦？你手起一支七色你无够？即摆余生来讲，啊，我都迄个够买强啊，我都无可能拍，哪有可能够？吼、哦，即摆迄个一个人阿大哥讲，你无可能会拍啦。用啥啦？伊讲恁某边仔无哪做暗号做好。哦，搁咧做暗号啊？用啥做暗号？啊，都买枪打要拍完尔，你就问，恁某就问你讲哦，天的啊！
啊，足久无招囡仔来总统府佚佗哦，吼、哦，哦，我即摆才知影总统府七所就是总统府。好安尼哦，有影哩。啊，这是节目顶面咧讲的，哎呀，因为较早咧吼，因咧迄个年代吼，头前做歌厅，后壁来拍麻将。哦，那有去哩招，去哩招，无去招，拢伫遐拍麻将。哎呀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因咧台下一挂笑点，就甲摕去顶面用安尼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无你想讲因咧有遮侪物件用，这是真正是平常哦。嗯。像因咧笑美照姐哦，美美照，美美照，嘿，哎呀，美照姐像你做哪一身？嘿，做哪一身？哈你妈呀，你呐，就行。我妈跟你讲呐，安尼，哎，安尼喊，你就直接讲，哦，你妈喊，你妈，你喊跟我来考，叫咩你勇气？你妈呀，你呐，哦，我较做成呢，你啊！哎，美道姐因兜咧讲拢安尼啊！哦，安尼哦，规内面拢安尼哦。我就到美道姐失恋啦。哦，失恋嘿。打电话啊！嘿。好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再这样讲，我要生气了。啊，你嘛玩母啊那边嘛？我要生气了。因母啊那边。嘿。哎呀，美照啊，你不要生气啦，你让他一马嘛。安尼啊，你嘛一面面滴毒棒照出来。嘿啦，姐姐，你也不要这样啊。啊，规家伙拢讲话拢讲声出来。真的哦，嘿，嘿，讲的呀，好来，你来爱讲，咱就甲听对不对？哦，比较注意点啦吼，因为对啦，未来面拢有迄款的，有种遗传基因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哦，你这样我生气了，好了吗？有影吼，阿兰啦，阿兰啦，阿你不是跳舞就是唱歌，这条流啊，这条唱袂了，这条我。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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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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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啦，我没啦，对啦。哈哈哈！你爸爸妈妈讲，今天拜礼拜四啦，礼拜四，哎，礼拜四哦，咱本地进前拢会有一个料理介绍大家嘛。啊对。哦，嘿，不要紧，咱今呢因为足久无开放点歌，哦对，认真的开放点歌，一个真困难的主题。真困难的主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讲呢，叫爸爸妈妈家爱手下留情，嘿，手下留情。人讲三思而后行，三思而后行。对，哦，你要点进前就爱三思而后行。三思，哦，不是叫三只来笑，不是三思哦，哦，不是在唱那个三思哦，哎，哦，哎，安尼点，好来，哦，要点过来，尽量点。我老师底下准备好要拍你。哦，你他搞我抄，我恁家己抄，对不对？那你一礼拜吼，第二礼拜四，一个开放点歌，啊，你若讲吼要点啊，拜六吼拢有迄个怀念金曲，哦，你也想要听一挂呢，一个老歌，是，就老的歌，嗯，哦，啊，你着点起来，我拜六就会甲你唱，比我阿做较老的，哦，对对对，好，好来，哦，来哦。来，朱阿姐，你好，哟，你今晚来开放点歌，即阵嘿对，今仔日点歌嘿对，还有点对象，拢有拢有，还有家里的王世贤呢，王世贤，男人类，什么男人类哦？王世贤有男人类吗？男人类哦，不是日语的哦，日语的我听不懂，这条我冇听，冇听过，嘿，我都。打不饿啊！你不饿，我这条我饿哦。十盆粉丝的加八家人啦。好，这条我饿哦吼。呀哈！哦，这我只要先把你记开。呀，好，谢谢。好 ，OK 哈，好，来，王妈妈。嘿，嘿，他这是换今天两点过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加群，我另外个加群，嘿，对。哦，安尼哦。呀，啊，我唔捌点，我改点不行。你唔捌点吼？王妈妈，你在安南区呢？有啦。安尼哦。啊！你讲阮十一月初三啦，你咧遐咧当土，你就过来参观。安南区对啊。伫中洲寮遐，啊，你倒来对啊？我倒来中洲寮庙啊。哦，中洲寮庙哦。地袂落去啊。中洲寮庙哦，你中洲寮，你阮伫一百二十二号哈。对啊。几日？你知吼？一百二十二几日哈？华中啊。阮伫了有，迄个阮要去大楼。哦。啊，伊刚要当土。哦。啊，阮有炒米粉。嗯，好，煮炒米，好啊，你再过来，参观一下，迄个闹热一下，哈，嗯嗯，好，我们那个，你听啥？我要听孙金辉。孙金辉哦，孙金辉，这爱学一下哈。孙金辉是不是合唱？啊，这合唱的吗？哦，这谢宜君的啊，哦，谢宜君的，
谢一军的纯情歌啊。先来喝二，喝二哦。好。再喝二哦。嘿。完了，吓！马金，我先给你记起来哈。记起来，写嘞，吓，哈。啊，不，你逐工拢在看吼。啊，你有逐工看无？有啦，我逐工嘛。好好，你逐工在看吼。啊，看我。那要考，我无在考。好好，马金，来个。那要笑，会跟你讲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哦。好，拜拜哈。好，来，谢谢，来。嘿，奎宁。奎宁来，奎宁。喂。嘿，奎宁。李嘉诚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嘉诚。嘿。我点一首李亚莎的老醉。老醉。老醉哈。李亚莎的老醉。好，好，写起来。好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哈。拜拜。好，拜拜哈，来。我打开了呢，来。来，嘿，刘丽姐啊，嘿，你好。刘丽姐。点一条贪恋的酒。贪恋的酒啦，哈。好好，贪恋的酒，给你写来哈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来，你好。来，嘿，阿祖好，小心啦，嘿，阿祖来，我叫你唱阿祖酒后的心声给我听，酒后心声好，给你记下哈，好，当时要唱，好，马金，我即马先点歌给你摆，就调调调慢慢来摆哈，马金好，谢谢，你拢在看，大家蛮收看安尼哈，好，好，谢谢哦，好，拜拜，来，平凡大哥，哎，平凡大哥，嘿，我来点一首，好，来，陆贞。了解我心意，歌声了解我心意。罗丁啦，罗丁哦，罗台语的啊，系啊，罗丁了解我心意哈，罗丁了解我。别问大哥，你是客家人吗？对啊，好好好，罗丁了解我心意哈。你那个阿珍没有做了？哎，对，哦，很久了，已经很久哦，归民国前的事情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难聊，嘿，对。哦，这样哈，都在新竹啦，哈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来，芝芝，哎，两位好，哎，哎，芝芝，我要写那个雅文老师的那个思念追妹回来，思念又会等来，思念又会等来，哦，这条好。这条好好听啦！你讲讲起像迄阮阿妈咧讲你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不会念啦，对。思念就不会登来啦，哈。好。好，谢谢。这条歌笑会哭呢。嘿，对，伊就生的哈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。啊，来，你好，哎，丽蓉。嘉勤。哎，丽蓉，你好。嘿。哎，我来点一首哈，李记《尼诺秘籍》，好吗？什么秘籍啊？嘿。你说声对不起哦，说声对不起啊，嘿，哦，好，啊、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说声对不起啊，丽蓉姐哈，啊，你都有在看呐、啊、哈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来，最后一首讲解，嘿，哎，妈，这是讲你本歌，好好，请讲，雄红又落丁，雄红又落丁啊，好，雄红又落，好好，雄红又落丁。好 ，OK 哈，好，好，啊那点歌吼，咱就爱逐工看哈，逐工看呢，才会听到恁的歌哈，嘿，来讲解。安尼好，安尼我知影要唱啥。哎，安尼好。嘿，你知影要唱啥？拄啊，今仔有人点了这首歌啦，点了类似的歌曲。哦。因为今仔礼拜四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咱头下讲过，迄个一年搁要过去啊。嘿，是。又搁即摆搁冬天。嘿，对。其实我有一个影片要有大家看。哎呦，影片遐。我想讲有即个机会哦，伊。老师，我一个影片是狗狗的影片。狗狗哦。嗯。嘿，好哦。吼。狗狗。哎，等下来甲看。好。伊是一个日本的阿嬷。哦。又饲一只狗啊。我捌讲。嘿，我讲吼，因为我另外这拢咧上日语对唔对吼，哎，我咧爱唱日语歌，对对。我都爱讲看下这影片，我感觉当分享给大家，哦好，哦，伊是一个真感动的影片。哦，人拢知影讲哦，动物哦，尤其是狗啊，对，甲猫啊是甲咱人类相亲的，相亲的动物嘛，因为做灵性的。嗯，咱等下来甲看麦啊，嘿，伊讲哦，咱人共款啊。Hey. 哦、我们要在我们每一定都会经过这个叫做生离死别。Hey, 对。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动物嘛是。Hey. 哦、尤其是这猫狗吼、哦，其实哦，因对着一个主人的边啊吼，一段时间了吼，伊的感情未比咱人较少。哦、oh, ，对。哦，因为咱系感情啦。咱系感情啦。
嘿啊，咱老师有影片吗？有好影片。OK 了哈。咱哪看？啊，咱背景应该用一个较催泪迄种的。安尼哦。嘿。用较抒情的。我伫遐看哦，短短几分钟，短短一两分钟。你得好个安尼。嘿，有一个感动的心啦。啊，多借这机会哦，大家。好好。哦。来个看麦呀。好。嗯。条狗在临终前，只是最后看了主人一眼。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这只年迈的狗狗已经15岁了，或许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它最近总是偷偷地跑出家门，在空地上使劲地刨着坑，仿佛在安排自己的长眠地。奶奶说小白已经连续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于是拿出肉骨头哄狗狗吃一口，可它早已吃不下任何东西。狗狗不想让奶奶伤心，它跑出家门坐在树下，静静地望着无际的大海，似乎是在回忆着与奶奶走过的这一生。原来奶奶以前是一名海女，靠捕捞海鲜为生。每当奶奶下海的时候，狗狗总是坐在岸边的树下等奶奶。时间转眼就过了15年，一切仿佛都还是在昨天，可狗狗依旧每天蹲在树下痴痴的发呆。也许这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又或许是舍不得就这样的离开。老人见狗狗一天不如一天，于是请来了兽医，可医生说狗狗年事已高，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衰老，狗狗早已是强弩之末。老人听完后心里无比的难受，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伤心的事实。自从老伴离世后，奶奶和狗狗相依为命，可岁月却是那么的无情。奶奶吃饭时想到狗狗还饿着肚子，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85岁的老人将那套放置多年的潜水服再次套在了身上，奶奶要去亲手为狗狗捞一顿海鲜。当奶奶将捕捞的海鲜带回来，那一刻狗狗仿佛又回到从前。他最爱吃奶奶打捞的海鲜，而奶奶将烹饪好的海鲜拿出来，狗狗一下子就有了胃口。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跟前，然而当他吃力地叼起一块肉，结果却掉在了地上。此时的狗狗就连他最爱的海鲜都吃不下了，他无助地望着奶奶，眼神里充满了悲伤。奶奶将狗狗搂在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小白。奶奶说如果狗狗也离他而去，往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人梳妆打扮了一番，原来老人专程请来了摄影师，记录狗狗和自己最后的美好时刻。结果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狗狗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那是一种幸福的微笑，它笑的是那样的甜蜜。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5年前，狗狗抬头仰望着天空，发出几声低沉的悲鸣。它站在门口摇着尾巴，最后一次再看看自己的主人，最后看了看这个家。虽然他有万般的不舍，但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然而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。哦哦，是不是？看到真正目光的暗。嗯嗯，好样。这就是我直接讲的，讲哦，人跟人之间哦，包括动物嘛是安尼啊。嗯。嘿，都是一样的。咱拢有一个情在遐。嗯。哦，啊，咱就爱探讲哦，咱伫咧讲，人讲迄落。你放感情的时阵哦，就爱真正是全心全意的。嗯，像咧照顾这只狗嘛，同款，阿妈嘛是拢一直咧付出啦。对啦，像咧照顾家己的囡仔同款啦，吼。当作家己的囝咧疼咧。有影。吼。黄妈妈。喂。黄妈妈。哦。哦，安可吼。是啊，所以讲吼，这因为虽然伊是动物，但是伊伫厝内底吼，嗯，安尼十外冬的时间，我相信若有饲过狗的，大家拢知影。家鸟啊，拢知影。对对对。他自己知道他时间快到了了吼，啊！伊你想要想要，伊当然伊是，毕竟伊是动物，伊无都替阿妈做什么代志。嗯。但是哦，我感觉这是你久的深的一个感情。阿妈既然知影讲哦，伊想要创啥？嗯。哦，所以阿妈才会搁穿起伊少年的迄领鱼衫。嗯。哦，迄领鱼鳞衫。哦，搁你去掠海产。嗯。但是伊只狗已经。身躯已经拢无多讲，像少年生食物件拢退化去啊，吼，无多好啊补物件。连要食的，伊嘛啊搁落去安尼吼。啊，伊搁唔敢讲吼。嗯。阿妈看伊安尼走，所以伊呾甘愿离开阿妈迄间厝，嗯，走较远的所在，吼，啊就点点啊离开安尼。啊，其实阿妈嘛拢知影，你看阿妈搁叫迄个摄影师，嗯，来个翕相，特别来个翕起吼。哎，15冬呐，以换算来讲，狗仔。一冬是几岁？6岁啊，7岁，差不多7岁，嘿，7岁。哎，我安尼差不多8到10岁安尼，9到10岁安尼，哦。哦，安尼算人瑞啊啦，差不多吼。黄妈妈，喂，你好，嘿，我家群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真让人感动呐。哦，嘿，哦，对。咱家里有那猫猫狗狗的人，有一天这样也是很难过。嗯。对啊，跟家人一样。我家的猫啊、狗啊，要离开那天就会跟你告别。嘿，对。哦，他会跟你告别。对。
对，他本来是在别地方，他为怕小朋友嘛，啊，你懂。然后等我那个小孙子不在哦，他就赶快跑来我房间跟我告别呢。啊，你哦，哎，要那个你告别。之前大概有快两年半了，那次比较，那个就是猫咪啦。哦，鸟啊。看得很感动，还有狗狗也会。哦。以前就是每只狗每只猫都会跟我告别。没有。对啊，我看到这个真的就是感动啊。没有。理解。打上来跟你们说说，好，这样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嗯，谢谢，哦，好，谢谢，拜拜哦，拜拜，好，好，今天忘了跟你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会给你拍手，没关系哦，我妈妈谢谢你哦，收到收到收到，谢谢，感谢，嗯，谢谢你，忘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花也是永远看着漂漂亮亮，谢谢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拜拜哈，拜拜。谢谢，有影呢，这个吼，拢是有感情的动物啦，吼，甲人嘛是同款啦，吼，动物甲人拢同款，啊，所以讲呢，那有饲狗啊，有饲猫啊，那狗到迄个时阵吼，我甲看厝内底人拢真正我都，非常非常的唔甘，非常非常的唔甘。所以吼，咱要保持好的身体啊。是啊是啊。嘿，咱个阿公阿妈家吼嘛，想要保持好的身体。哦，嘿，安尼看咱哦，咱个陪咱的今日是谁？咱较久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是，嗯，好，来，安尼来安排歌曲哈。好啦，安排输了又袂转来。好，哦，这首好，嗯，赞哈。诶，拄好这首歌，我想看够有这影片。安尼吼，哦，好，先唱唱大家听。安排呢，这个罗丁了解我心意哈。这台语歌曲啦，两首歌送给大家，来听歌哈。谢谢。水月姐、蒋姐、黄妈妈、玉玲、云倩、妹妹秀兰、秀华，谢谢金慧姐、美食吴妈妈。夜半的路灯稀微，叫阮心爱边，我搁在想。过去已经过了时，初恋的甜蜜感情放也放不离，想起犹原也是来想起，路灯啊。桂梅，桂梅，谢谢丽爱、佩柔，谢谢郭华杰、李怡、吴妈妈，谢谢。夜半的路灯暗淡，叫阮心茫茫，因为我不知。将来失去爱情梦，伊对我温柔体贴，事事在心肝。抱起我，山来五月云开西东，路灯啊。
感情放也放袂离，不想起犹原也是会来想起落情啊。所有爸爸妈妈思念捉不回来，不知会当搁陪伴你多久日子。你讲一切犹在天，天有注意。这世界那么趣味，别离开，甘袂幸福，走小面，免味遐远的天边。思念叫袂回来，咱的梦，咱的过去，无月光怎找你？思念叫袂回来，我最爱最爱的你，若想你，电话要敲倒位。是啊，这首歌呢。要咱知影讲话，人甲人之间吼，弄一个感情伫个，时不时敲一通电话，甲对方问好，是一件幸福的代志。不知会当搁陪伴你多久日子？你讲一切犹在天，天有注意。咱的世界遐尼趣味，莫离开，甘袂用得。走小面，免味咸的天边。思念叫袂回来，咱的梦，咱的过去，无月光。找你，思念叫袂回来，我最爱最爱的你，若想你，电话要敲倒位。思念叫袂回来，咱的梦。咱的过去，无月光的暗暝，要怎找你？思念叫袂回来，我最爱最爱的你，若想你，电话要敲倒位。比雷蒙较深。哎呦，安尼哦。
哦，好酸哦。你这条歌哦，其实姚文老师咧用 MV 的时阵哦，伊头前是一个囡仔，哦出现伊就，伊就像讲，唔知会当阁陪伴你偌久日子。哦，这是这句话哦，虽然讲哦，看无什么意思啦，但是伊表达的情感够深的深。对。哦，包括最后一句嘛是，是啊，哦，那是想你的电话要卡到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一直咧讲哦，爸爸妈妈家身体保健哦，这是人袂当欠失的。对。哦，年纪愈济，哦，啊，咱的身体退化愈济，对，错都只，啊，迄只狗啊，伊家己本身伊嘛知影讲哦，伊年岁已经有啊吼。体内的一挂器官啊，什么拢开始拢退化、衰退，嘿对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做人嘛是同款啦。咱人呢，咱若年岁吼，差不多50以后开始咧落去啊。啊，你一定爱做保养。哦，咱若要食百岁年老，食好安尼身体还可以当健健康康。啊，平时保养都非常的重要。哦，你若看话呢，话80-90啊呢，还佫去远个咧做工课。对。哦，是，所以讲哦，俊泽，俊母啊，俊泽，喂，俊泽，可能阿伯接到一块，嘿，收到啦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我想讲伊要起来甲咱讲话，对唔对？结果是讲收到啊，啊，我呢，啊。无你嘛起来，我学了几句啊，对不对？我另外只讲较感动，老话晒你起来，我收着好。无啦，啊讲同款的哦，当然卖影响到爸爸妈妈的这个心情，但是哦，借由这首歌啦，佮同款的影片哦，要让咱知影，要让咱讲的意思是讲哦，真正是哦，无甚物比健康较重要。对。哦，人甲人之间哦，那是会使喏，咱的迄叫甚物啊？真性情放较侪。哦、心机收较起来，哦对对，就是讲呢，心情放我较开朗的，哦对不对？一寡呢，这个有诶无诶，卖去遐想伤侪，嘿，心情放我轻松，啊自我意识卖较强。我感觉人有当时啊，搞破病就是安尼，知？迄是自我意识伤强，叫做无爱用苛刻啦。哦对，哦讲较歹听就是安尼，无爱用苛刻。你看有诶迄个时段哦，本地会当足紧就治疗哦。你若看足侪新闻，也是讲一寡。听讲上拢安尼，吼、哦，叫伊去创啥去创啊，检查拢无来，啊，拢要拖到人代志最严重诶，上，啊是讲哦，身体病痛已经挡袂住，特别来做治疗，有当时拢想慢，较慢是。嘿，所以我一直咧讲哦，咱有当时哦，对家己诶自我意识嘛要强，咱今日时阵也是甲恁苛刻啥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哦，真心甲恁吼拜托伊，甚至用拜托诶啊。嘿，也是讲伊都要亲身带你去用看，要怎样检查？拜托你都去。嘿，对，你配合啦。都配合。配合之类啦。哦，忙提起。对。啥物呢？有当时啊，一挂代志是袂提起之类安尼啦。嘿，所以我咧一直咧讲自我意识嘛要强。是。哦，迄就是有时候咱看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你都像迄只狗安尼，你若讲诶，今仔一直甲拔掉诶。迄妈妈嘛袂欢喜啦，对啦，伫身躯边走，迄只阿妈嘛袂欢喜，阿妈嘛袂欢喜。但是伊就是，吼，这只狗啊，伊自由选择，吼，啊，狗啊要创啥，阿妈嘛拢看伫心内。对啊，做遐久啊，十元当啊。这叫心连心。对，吼，心拢无上为着上吼，要坚持伊家己的心态。对。所以这个时阵呢，这感情较会固定。你若讲硬要用家己的意识吼。对，我讲有两种代志啦，吼，叫做你要用你的思维去改变人家的思维，吼，嘿，这叫做老师啦，吼，这人叫老师啦，老师爱家你智慧，家己的智慧教你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还有一种，家你甲别人的钱变作家己的钱嘛，甲别人的钱变作家己的钱，这个偷鸡嘛。哦，安尼讲嘛，哦，要赚钱就是安尼嘛，要做头家就是安尼嘛。是啊。哦，哎呀，啊有一个人，哎，咱甲这两个代志专门做好诶。哎呦，叫啥物啊？知？叫做嫁出去的女人嘛。嫁出去的女人。叫做老婆嘛。好。哦，对不对？牵手啦。牵手嘛。好，是不是？你若某，若是你阿咧讲啥，恁翁是不是拢照做较济？对啊。哦，是不是就是你的思维教耶稣为？对。啊你。要把钱变作家己的钱，上简单嘞，是不是跟阿公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赚的唔免交转来安尼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讲有影，对不对？
对啦，安尼对。哦，所以我讲，哎，讲笑讲笑啦，但是哦，讲真嘞，莫一直用家己的思维要去解脱别人的思维安尼。你通去互相去研究看卖，反正伊讲的是对的啊吼、哦。反正伊甲阮讲安尼，哎、欸，敢若有道理，哦，咱就去试看卖。嘿，安尼。你讲要去改变对方，嗯、其实这嘛无需要啦吼、哦，因为人呐到一个坎上的时候，讲想要改变想，迄是不可能的代志。无可能，迄种不可能的代志。是、哦，啊，所以个互相去适应，嘿，互相去包容，对，嘿，安尼是上好的啦。是是是是。哎、欸，包容要紧啊，莫等下一讲安尼包尿珠啊，甲你挂靠。真的啦，我以前看足侪足侪时代人拢安尼，我以前哦听听足侪啦。嗯。像有阵朋友，有阵甲朋友咧开讲哦，啊，都讲着讲因上因上安尼。嘿。吼、哦，啊，拢讲进前着讲敢若有前兆，吼、哦，可能都变数也是安那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哦，都时不时听到咧艰苦安尼。嗯吼、哦，啊，要叫伊去用看，伊着拢唔，吼、哦，啊，着讲去买便药啊，食食安尼，也是讲哦，即凊彩看安尼就好。啊，结果拢做底是半个月，吼、哦，甚至一个月安尼，都拢牙开咧疼，吼、哦，疼也是挡袂掉的。到迄个时阵，咱小拢已经吼、哦，人讲个黄金期啊，吼、嗯哦，你伫迄个短暂的时间，你个治疗有好，可能够复原的机会。啊，你若错过迄个黄金期，可能现在就没有那个机会了。哦，而且甚至会搁比原本想的搁较严重。是，嘿、欸，啊，这种比咱平常时哦。空气也好啦，吼，食物件好，食食也好，吼，你饮食习惯都拢有差。对对对，而且普通时呢，要保养家己的身体吼，这物件嘛是同款爱经过啦。对对对对。哎，盐酸啦，嗯，哦，你咪讲啊，这个乌白食、凊彩食，嗯，当然爱食着，对咱的身体有好处的。是是。哦，有路用的。想要刚才起来讲，伊收着两项啊。想法。现在。搁收着啊？现在。我就卡慢讲话，啊，做咩啊？哦，唔代表讲啥。我想讲你要起来搞阮，搞阮教，搞阮，搞阮勉励了。我即马就要讲吼，恁即马咧讲迄啦吼，迄若有人关心，就较会安怎？哦，啊，若无人关心的吼，就家己会适应啦。吼，家己会适应，什么意思？家己适应，我艰苦白听，有人就会恶意啊。无啦，嘛是嘛，嘛一直结交拢有人关心啦。啊，有人关心是不是吼？靠一个依赖性啊。啊嘛，个心情嘛放啊开啊。真正。嘿啊。啊，若无人关心的话，你爱去关心人，但你靠迄落时间长了去。啊，像我嘛是，即马嘛是咧关心你啊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拢有咧关心嘛。嘿，对对对。哦，像安尼上简单的问好。就是一个关心嘛，哦，像大家有考起来，阮就知影讲，哎，听恁安尼去讲啦，嗯，我是安尼想想讲吼，有人关心的，就简单那像，嘿，较有啥物艰苦病啊，啥物会大家知啦，哈，啊，若无人咧关心的吼，你佮艰苦嘛无人知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讲爱行，注意行行的，对啦对啦，所以你会到一个坎上的时候，唔是厝里的人尔。你嘛是爱有你较好的几个朋友，嗯，较好的几个朋友。有时啊，你若讲厝内人，你无想要讲你较好的朋友。我朋友这是拢较老的，这吼，对啊，就是老朋友，咱去加老朋友啊，嘿，对，老朋友，嘿。啊，是你有心，你非常关心嘛，你有蛮好心嘛，对啊，对，互相关心嘛，互相啦，哦，对啊。啊，有时啊，你关心伊关心你，啊，人无关心你。你关心人，啊，人无关心你，安尼吼，咱无用，系啦。啊，不要紧，好事。等到伊要予咱关心的时阵，已经做得真严重啊啦。伊要予你关心的时阵，伊已经做严重啊。系啦，咱也看到伊，咱嘛心肝头唔甘啦。今日是说的啦，但是吼，其他拢无伫处理。哦，啊，咱无伫处理吼，咱看了就艰苦。哦，对对，啊，有你遮好的朋友在甲关心嘛，系啊，吼。有啊，对哇、啊，啊，这人就是安尼啦，互相好朋友就是互相关心啦，哦，厝边啦，哦，厝边啊，对啊，啊，你有哪卖放你心肝头啦？啊、有我代志哦，你有哪卖放你心肝头？我大概知你要讲的意思啦。嗯，安尼哦，嘿啦，啊，你有哪卖放你心肝头？轻松，嘿，你哪只不？安尼讲好啊，你今仔正经。你哪个较敢讲？啊，佮一个囝爱顾的，袂使讲哦，放我怎啊去啦？对啦，对啦，啊，这一人一款，一工一个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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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每一个人的处境无同款啦，吼，好，感谢你，赶快帮我开啊，吼，心情棒，开心，
我放个出去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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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我来有恁啦，有恁。哦，对啦，我来陪伴恁。太经典。哦，好，我就是在做关心嘛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时间来到这吼，对对对，嘛来来进一下上好的，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安尼，大细人拢可以吼。嗯。啊，这个天呢，即卖来愈来愈凉凉吼。而且是安尼啊，讲要搁走出来买一个早顿，其实我看是安尼皆无用的。哦，像这个要等下你随时吼，啊，厝内底大家一人一杯安尼，是营养，吼，可能呢会当顾着身体，这上加好。哦，唔免搁安尼收收出收入吼，安尼风啊，遮尔爱凉凉的时阵吼，唔免得搁安尼出出入入安尼走，嘿，这上加方便。嗯，哦，方便安尼做点心做早顿。哦啊，这宵夜隆重的上佳好，弄唔着。哦，来，来你们来转个场哈。进港秀。来。
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哈。哦，有感觉有凉意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有影。我内底拢片拢无痛。哈、嗯，我拢是清净了。这个天吼、哦，像我拄安尼，过安尼小小甲恁落，迄、嗯、迄、那个感觉吼、哦，哎，真好，就是安尼体内感觉安尼温暖，是，为了温暖的感觉，吼、哦，嗯，温暖的秋天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啊这个甲准备一下，啊，大细汉囡仔伊在那烧着，伊想要腹肚要枵，腹肚哪里枵，想要跑，哎，随时都拢会当，吼、哦，顾着全家，哦，啊，尤其呢，咱的这阿公阿妈啦，嗯，嘿，还咱这些小朋友啦。嘿呀、啊，卖让伊走出去外口，安尼买东买西，啊，你着住厝里，安尼足方便嘞，吼、哦，嘿，这对身体阁好，嗯，是啊，阁健康，嗯，对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来，你阁来唱一下歌嘞，要唱歌，嗯，拄好跟他唱一首尔嘛，吼、哦，嗯，嘿，对。来哦，啊，一个今仔日有跟咱点歌吼，这两天啊拢爱迄个，来，我来。酒后的心声啊，阿祖阿祖，唔知即马有咧听无？酒后心声，嗯，嘿哦，伊讲七点以后就出去啊呢。阿祖，你够咧看呐？那唔忙唔等，够继续忙。迄个客电顺经客好啊？客电顺经客，好，好，一首啦，先好好唱一首哈。嗯。来一首先好的，咱等下再来介绍咱的党课典礼哈。来，来，好，来听歌。来，爸爸妈妈家哦，利用时间哦，咱们若是无订着好朋友家，赶紧嘞！空八空五电话，咱继续甲咱收，甲咱卡起来哦吼。破爱的迷人的形影，有时就在你嘛正。虽然你甲我来离开啊，每日怀念你，若想起你对我彼款的温柔，心爱的你。天下最纯情的女性，让我来伊卡想。你也是我的可爱的姑娘。一首咱的生活咱台语老歌啦吼，来送咱家所有爸爸妈妈哦，感谢恁哦吼，来感谢恁每一天的收看，来感谢咱的燕子妈咪哦，秀木啊，宝凤姐、玲珑姐，难忘的迷人的笑容，是上对我微笑。虽然我离开你身边，犹原思念你。若想起你爱我彼款的情意，心爱的你。是天下最纯情的女性，让我来爱你。我一生为你，不敢放袂记。
体力顺天气。老师搞点点这条两拍，够另外一条三拍。好，谢谢谢谢人事大哥哦，真听袂够开，应该爱点三拍吼、哦，在、啊、听开够开，这首歌哦。可以点来在笑的是，叶启田大哥在唱歌了，像伊较早空心金箔无？哎，迄个难忘的，哎，对对，啊，较早人咧空心金箔了，哎，好像哦，真正行，虽然咱唔捌看到迄个空心哦，哎对，哎真正都行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来金秀姐来，金秀姐，哎，哎，那个。嘿，你刚刚没有学到单吗？对、欸、啊，小姐不是有给你抄呢？没有、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刚刚不是有打上线了、哦？哦，好，安尼我叫小小群改一下哈、哦。啊？几号？哦，好，好在、哦。好。啊，那还急要挂电话啦，金小姐。你是安那哟？火车车来来看呐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可能。哈哈哈！赶紧哦，好来，谢谢，感谢哈、哦。来，安那抢啊抢不掉的这好朋友吼，赶快拢继续甲敲起来，因为这边咱的客服人员拢那个电话刷卡的为咱做服务哦，所以呢随时拢甲敲起来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咱呢这个十一月初三吼，十一月初三，国历的十一月初三。啊，就是咱农历的这个金秀姐。喂，金秀姐。我咧倒垃圾。哦，咧倒垃圾，对啦对啦，哥。好，安尼吼，我要去。好，安尼给你处理哈，给你处。好。哦。好。感谢。早上啊，下午。嗯。冇紧，冇紧，冇紧。好。啊，你有赖的搞，有赖的好啊，你安尼。那你不说这样就错过几块？对啦对啦。来哦，在咱的这个国历的十一月初三，啊，就是咱农历的十月初三，哈、嗯，啊，咱的富力媒体集团，哦、啊，变来起大楼咯，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会当起大楼？当然，这都是啊，十月当来，哈，嗯，啊，咱的这个这个、所有听堂，咱的富力电视台这观众朋友，哈、啊欸，啊，拢是恁较好运的，才有这个机会将这栋大楼呢给起起来，好、啊。嗯啊、所以呢，咱呢十一月初三迄天呢，啊，要一个党课典礼，所以呢，啊，咱呢富力电视台，啊，我呢党诶啦，我呢所有一个工作人员呢，啊，伫遮那边邀请着咱所有好朋友，咱呢观众朋友吼，嗯，啊，东港呢会当入面伫咱呢这个现场吼。啊，咱的这个地址就是伫个咱台南市安南区，嘿，四安和路，安和路四段一百二十二至二号，嘿，一百二十二至二号吼，你若有手机啊，甲翕起来，还是讲呢有做手机边的甲抄起来，啊，不要翕的你用抄的，会要翕的用翕的吼，最方便。啊，咱这伫这个东港呢，啊，咱有那有准备着一款呢，啊，这个可能呢，啊，这个。袂去要到的啦吼，咱有安尼请东坡西呢，哦，安尼炒米粉哦，嗯，哦，啊，搁有呢，炒米，搁有呢，这个咱的香锅丸，咱的好朋友上爱食的香锅丸，香锅丸汤哦，嗯，未来呢，啊，款待到咱的所有好朋友哦，哎，加一个袂要的安尼，嗯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欢迎到咱所有好朋友在这个十一月初三。十一月初三到后礼拜安尼，啊，哦，足紧啊，点咪高呢？哦，后礼拜，这礼拜是礼拜日前嘛？后礼拜，吼、哦，就是礼拜日，就是初三。我讲我一个月要过去啊。系啊。我生日过，哪过呢？都要过去。对啊。哦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的东港，你若不安排其他的这个工课吼，咱拢会当呢，欢迎咱所有朋友呢，做位来。嗯。啊，来安尼参与到咱的这个党土典礼。是。党土典礼吼。嗯。啊，这呢，甲阮当作像家己的厝同款吼。啊，咱要来起大楼吼、哦！啊，这拢是咱的这好朋友呢，啊，你呢给咱收听，哦，一路呢给咱收听，给咱支持哈、哦。谢谢。啊，才有今日啊，这个大楼诶诶，这个起起来哈、哦。嗯。所以讲呢，非常的感恩多谢。嘉群这边欢喜的，就是欢喜伊困起来。安尼快三下卡就到啊。快当钱多事少，离家近。就是你啊。好了。哎，对。
就是你哦、喔。好啦。那咱这栋大楼呢，啊、喔，就是我们请到咱的这个名设计师所设计出来。是。哦、喔，真水。哦、喔，这個、形体啦，吼、喔，非常的水吼、喔。所以呢，啊、咱的这个大楼。这个当然最主要就是吼，真清楚啦，嘿，清楚。咱导播，你看有宿舍人在住无？吼，导播辛苦，你看暗时有阵十一二点，你若像迄个寒天，有影，透早五六点就来啊，真正最辛苦，对不对？诶，我后带七个的吼，这样呢，嘿啦，后带伫迄个关庙的吼，庙一堆，嘿，对，真辛苦。那有一个宿舍吼，唔，就免咯，逐工安尼，啊，甲咱准备一个房间的，拢袂歹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你都看射箭场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羽球场啊，篮球场，桌球场吼，哎，那是咱人家钓鱼场啊，钓鱼场，大概一个消遣的所在啊，啊，钓鱼场，你当作出，这是富力美女公司呢，不是 Google 集团呢，我白来，我白来，对哦，是啊是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这到时呢。拢非常欢迎来一家好朋友做位来，哦，做位来来吃吃炒米粉，对对对，来吃来甲阮安尼吼，闹热一下，共享盛举，嘿，共享盛举吼，因为呢啊，就需要着咱家好朋友吼，做位来参加哈，是，来啊，这个时间来讲这嘛差不多了哈，来啊，这个电话甲咱抄者，拄啊全部着一家好朋友电话甲咱抄者，来，水丽花拍咱的空九三八一七七一。三八零九三八一七七一三八，哎，叫 QR code 吼，啊，就像拄啊在翕安尼，你甲翕起来，嗯，好，叫这 QR code 甲翕起来扫咧，就可以当加来咯吼。来啊，崔家群，看咱的控九七六二八一一七七零九七六二八一一七七，嘿，这赶快有 QR code 哈，甲扫一下，赶快呢，甲咱家群加来吼，咱家群呢，赶快为咱做服务，谢谢，哦。是，来啊！这个办公室的专线哦，等你伫办公室为咱做服务哈。办公室的专线25178902517890。哎，关关七爱加空六哈。所以这线呢是阮呢，那伫办公室当然阮拢接会到。啊，那早起时有些较早吼，阮就阿袂到办公室，你就会加甲咱小姐做一下指名哈，做一下指定诶。嘿，还是问咱小姐讲啊，家俊的手机啊几号？梅花的手机啊几号？哈，来直接敲的嘛是拢可以，没有错哈，拢可以哈。嗯，来非常感恩的声，谢谢咱所有好朋友哦，感恩感恩的声。谢谢。好，阿妈感谢咱辛苦导播群，谢谢辛苦了。来今天呢，啊、哦，这个有点豹纹的迄个感觉哈。今天好看呢。嘿，对，这里赶快哦，啊，来做咱的挺立服饰，挺立挺外，挺立挺外，挺富丽哈。所以讲呢，啊，老师也好，朋友拢会当开来做什么？来，啊，咱呢，这个带来个非常精彩福利抢先报，继续看，看落去哦。来，再次跟咱讲，谢谢，多谢，哎。